我和丁哥有北电录取通知书。别人没有啊？我和翔哥一起出过一首歌。不对，你现实说你和丁哥。为什么没有他？我刚刚才出去旅完游。我和丁哥都是重庆的。凉了。我还有一个绝杀。我投降。我还有一个，我和丁哥都有驾照还没说。讨论马哥是吧？对，来吧，让你先来吧。让我先来。想想啊，干儿子也算儿子吧？啥叫干？我和马哥都有柴犬。柴犬。干儿子也算儿子吧？在于不安是他的干儿子。这也行。我跟马哥唱过《雪线爱情故事》。我和马哥唱过《掉下尾巴》。我和马哥唱过。一会儿没得说了。杀手。我和马哥唱过那个叫什么打胎。我和马哥唱过编号八九七五七。我和马哥，我刚想到一个是啥来着？如果这个 bug， 我和马哥一起去逛个逛，买过东西，过个物。我也和马哥购过物啊，主要是。那就我和马哥。我要赢了，我想想，好好想想啊。赢的好容易，还有好多歌没说呢。看看。太简单了，我和马哥唱过特务剧。我和马哥唱过那个叫什么什么剧，你忘记我那首歌，我要找出来。啊，对话哦，对话，对对话。我跟马哥路演过。我和马哥想想吧。赢了，躺赢的感觉。还有什么来着？我想问见下一神，还有什么来着？算了，认输认输，玩不了玩不了。我开车，载过好像，也是。嘟嘟，叽叽叽，叽叽叽。我俩今天的鞋上都有白色。啊，那这也是。路上不行，不行吗？你这算白什么？银白也是白色。我跟翔哥的头发都有点偏黄。可以。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啊，这你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我跟翔哥今天都穿了阔腿。我这个腿不阔吗？你那瘦腿裤，瘦腿。丁哥挠挠头，必须要开始走一点奇怪的方向了。哎呀，哎，这枪拍了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马哥开始嘲讽模式了，不会吧？我跟翔哥打过那个什么什么 PH5 啊，什么 PH5？ 他好像也玩过，我去过他那玩过，对，好像你跟他一起玩过。还在我那玩了。我就看过翔哥会演。哦，你没来看，嘿嘿。看一点。我还可以说，我和翔哥在北电的阳光房玩过桌游。我在北电看严浩翔踢足球。我在北电的食堂和杨浩翔吃东西。哦哦，你在哪儿？
马哥说他在中戏想着我。哦，有，想不出来了，投了完了。屁股写字，用屁股夹着笔吧？不是，他怎么夹笔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夹笔啊？哒哒哒哒哒！鸡叫，下蛋，下蛋，公鸡下蛋，打呀！下蛋公鸡，蛋鸡蛋，蛋滚蛋衣，蛋顶蛋座鸡蛋碰石头，后面是什么？一乱鸡石，不是，你想象不堪一击，接近了。你想为什么要拿鸡蛋去碰石头？这样碰石头脑子有病。有病。对。这样碰石头脑子有病。有病。对。他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他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。所以他是什么？对自己的否定。这是什么？我还有什么？夹。我还有什么？壮。健身。健身的话，我会长什么？肌肉。肌肉代表什么？力量，你们已经量力而行，你们已经拼出，哎，这个对了两个字，量力而行，就是为什么要拿，为什么就是以卵击石，就是你想象一下，不知量力啊，不知什么力来着，不知啥力来着，差不多是吧？那个啊，变成啊，不知量，不是不，你把那个啊变成啊。不知量力，不是第二个啊啊，变成他，变成啊，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，不自量力，哎呀，不自量力，哦，不自量力，几个字？八个，来吧，好的，第一个字。屁股，想想拿什么东西？你要什么？你要夹着鞋子了？第一个字，一，不，等一下，你写完，一，二，三，三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No， 三，第二个字，继续，三，第二个字，别慌，三，这个跟刚那个中文数字，三十而立，听我说完，第二个字啊，是一个阿拉，三是一个阿拉伯数字，三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九个字，前面两个字是个动物啊，写一写啊，这是一个偏旁，快死，这么抽象，猴 猴，第二个，猴子捞月。五个字是吗？后面还有五个字。前面是五个字，后面是四个字。猴子捞月是四个字。前五应该五个字。猴子捞月亮。对，捞月亮。然后下一个字啊。痴心妄想。不是。看一下，这是先写这儿，然后一个这个，
啊啊，啥字儿？宝盖吗？啊，对对对，然后中间先来一个这个，这边一下，然后这边一下，然后下面一个这个。对的对的，写的对的。啥？你就等一下，我知道这个字，但是后面三个字是啥？啊，一个偏房啊，这边往下一下，然后这边一点儿，这边一点，然后这边又来，等一下，切吗？猴子要捞月亮，猴子捞月亮，后来咋了？猴子捞月亮，你刚才看清楚那个字吗？啊啊，对啊。竖心旁，你写多了，你再看一遍右边的，一下，横，认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是什么东西？哦。我知道什么字了，但是这个什么歇后语呢？啊，第三个字，这是第三个字。猴子捞月亮，空忙一场。不是那是空吗？第一个字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刚刚不是在比忙吗？我一直想忙什么？十个字，第一个字啊，字要下来。然后再横着过来，最后竖着下去。啊，知道吗？就是一定是这么下来。这是一个偏旁啊，谦吗？哎，对，啊，这是谦啊。然后第二个字啊，上面一，然后往上走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中间再来一下，然后下面再给它封上口，然后下面两横，然后最后从上面口直接下来，封，谦谦。横，不，再想想，再想，下面是两横，然后我看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你看到之后你应该就知道了。首先我们先写里面，不是 下面有两横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这是里面，然后外面是这个，然后这样，走之底是吧？对，走之底，对对对，然后你看里面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，看啊，走之底，这边一下，这边一下，然后横横横，这边一下，这边一下，两点儿，两点儿，横横一下，不是啊，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你都把它写出来了，哥，你都把它写出来了，我就没见过这种，这边一点，这边一点，还要出个头，中间一点，他没出头。你都已经把它写出来了，这个字儿中间一个关是吧？哦，对，这是宋字，完全你给我张纸好不好？不是，这是李呀、啊。哦，我以为这是李呀、啊。你想日一竖两横，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李字？千里送人头。千里送人头。啊、等一下，对、啊、对，千里送人头，几个字儿？说不清，七个字啊啊，狼虎虎虎两字，虎虎两字，虎人两个字的老虎啥叫啥？虎老板老虎老板老虎，对呀，老虎老虎发威，老虎屁股屁股摸不得，脖子十个字。Cool， 翻五翻五分 ，OK OK 啊、先在前面啊，啊谢谢啊哈，你可以比划，你不写，对，那太简单了，嘎嘎嘎，哦不简单不简单，嘎嘎嘎，鸭子，
压哨。什么鸭子啊？赶鸭子。啊、嗯，赶鸭子上架。上架。嗯，好，猜吧。看参加会啥？参加课没是啥呀？我们只知道赶鸭子上架。不知道赶鸭子上架。对呀、啊。什么来着？后面五个字是啥？是妈妈香。第一个字对了。吃。吃吃鸡。我写一下吧，尊重一下游戏啊！看好了，很简单的一个字。痴心妄想。大。不会吧？大根儿。啊。啪。哎，大。大根儿啪，视力不太好。八个字，一共八个字啊！你们想想啊，这是红缨枪，这是谁？就是那个大招，啪啪啪啪啪。赵云，赵云，接近了。然后，韩信，哎，对。一二三四点兵、啊、五六七，对，后面还有四个。韩信点兵。这个应该很好的，你写一写。要是给我100万大军就好了。写字，那现在过来了是吧？嗯。然后卡，再这么过来，点一个点，然后下面就重复上面的一个操作。要不然你过来这样写。你看哈，打。你别这样反着写，你正着写。你过来。那正着写就没有，你就不好玩了。你再写。啊，你不用改地方。大大大大大大大，多益善。对，几个字？七个。三人行必有师。你比划一下吧。主要我比划的技巧太高超了，那就写吧，那你就写吧，演绎，那你就用屁股写吧，演或者写、啊，这是个和，比划的技巧太高超了，啊，第一个字、啊，你就说出来了吗？和，不是啊，肯定不是，水，这是个和，波浪。上面浪，鸭子，蛇，船，船行，船，第三个字，嗯，它是四三分吗？结构是，我不知道，他没说。船，什么油？船车，船什么车？再猜，穿什么油？穿什么糖？穿什么趴？都猜一下。不是，这不是那个字的结构，有可能是那个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。这个船从底下。来。那你说。桥。对了。桥。穿什么桥是吧？船什么桥？船头桥。船头桥。最后一个字。嗯。船什么桥？最后一个字。嗯。你看啊。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哦，对，真是。姓氏啊，我写一下嘛。OK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然后中间。哦、我知道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往下继续比了，丁哥。哦，你不分啊啊，好啊，我不想分享。第二个字是。老，你也知道了第二个字，老吗？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来了，可以了吗？好了，等一下，你在哪儿？他还在拿道具。别拿了。你 OK 了？拿了一个枪吗？还拿了头盔。关公。
别摸我屁股啊你们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兵马俑。哦，这都可以。那我摸到那个头盔了，还是把枪。你就这样啊，马来奇、维纳斯。这去哪儿跟维纳斯啊？没有手臂啊。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唐琪？我开挂。你咋知道没有手臂呢？因为他的雕像原本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只是没有小臂。但是马哥他是这样的。你咋知道他是这样的？我捏到他袖子了。你俩在那边。他不是在这边吗？他在这儿，我刚捏了他袖子。丁哥在哪？你耳朵。捂耳朵。你可以不想这是个手。这是啊。不是个手。你没摸他的姿势是吗？他也是完全的模仿这个。雕像啥东西是啥呀？这我是真不知道了。是谁的雕像？可有录音啊！我听到了，但我在想我要不要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他怎么都猜不出来，这太难了。是谁的雕像？我听到迪哥说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出来。这应该是个豹子或者狮子啥的吧，还是个人他做成这个样子。好累。你这样就可以。我想想啊。真的吗？飞了起来的一只脚在。超人啊。被山库模仿对了。蝙蝠侠。啥雕塑啊？啥雕塑这样？是是是。博物馆里的东西，中国的想想青铜器，博物馆里的东西还是这样子，四个字。是那个什么敦煌那边的吗？不一定是人。我知道，我在往动物那方面想。不一定是人，不一定是人。是飞龙在天。有一个飞字，对了。飞马吗？啊？有马吗？有。马飞马什么飞什么？马踏飞燕。马踏飞燕哦。来了。啊？好了吗，丁哥？是这样的吧？我再看一眼，我记得是这样的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拿啥？这个是啥？我啊，这个雕像啊，是外国的，外国的，还拿个飞饼。对，这是啥？我等一下，他叫啥来着？他叫啥来着？啥来着？飞饼运动，铁饼运动，铁饼的人。扔铁饼人，接近了，接近了。铁饼之父，哎哎，有一个什么？你刚才说的什么父？铁饼教父。铁饼什么父？铁饼之父。铁饼啊，这个之啊有啊，之放的第一个，改变一下。制铁饼人，制铁饼什么？制铁饼父。制铁饼中，你是一个什么人？制铁饼男。换种说法。制铁饼人，制铁饼孩，古代的称呼，再想想，回来了，制铁饼者，这个超级好猜，说，我好了，这吗？啊，小心，思想者，对，这个超好猜，怎么思想者？他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这样的，你看。我没摸到，就摸到你的头。你看，我是这样的。好跳。我摸到是手了。我还没摸到呢。好了。不会是自由女神像吧？好，对了。
好对了，好对了，我就在那站着盯过来摸两下，不会是自由女神像？怎么往上走了？随机挑选一位幸运队友拍摄可爱主题人生四格，挑张哥吧，张哥很喜欢拍这个，来吧，陈哥。很好看，这样这样。所以只有我们的强哥可以免于这一轮的大惩罚。这个绶带我好像上次已经领过一次了，这是宠物，这是废物利用吗？这是星辰号。啊，这个是星辰号了。你叫什么？全能。说明你很厉害。全能王子。全能侠。全能侠。好 ，OK。接下来由你们俩会接受我们的终极惩罚。好、啊。翔哥的无实物拉小提琴。怎么还带上我的？再加上丁哥的 magic show， 你疯掉。magic show。对，你们俩要三连。我们要模仿翔哥拉小提琴，对吧？你们是在处刑谁？我们都围绕中啊，没人发现。所以说是马哥当时跨栏的时候，那个翻塌了，是吗？不是，这样的。对啊，他那个穿。对呀、啊。直接摔地上去，以为自己贼帅，过来是这样的。好难受。这个秀咋？Magic Show， 别唱了，这叫什么 Magic Show？ Jeff Van 什么 ？Jeff 家族秀，跟我来一起秀，圣诞夜奇幻秀。圣诞夜奇幻秀。我天，边唱边跳边念。对啊。TF 家族秀，快马哥一起念、啊。圣诞夜奇幻秀，跟我来一起秀。等会圣诞夜 TF 家族秀你说了吗？马哥没说。TF 家族秀，对，你要边做边说。跟我来一起秀。TF 家族秀。好，这期我们结束了，翔哥。全能侠的称号。全能侠，我们这次拍摄就结束了。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